9月28日清早，王小飞晒出一组自己在机场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最早那班来，最早那班回，每周准时来打卡。”照片中是老婆大 S 的身影，应该是汪小菲送老婆去机场时拍下的照片。细心的网友们纷纷猜到汪小菲言中之意是说，老婆大 S 每周坐最早班飞机从台北飞来北京看自己，然后再坐最早班机回台北。网友还在评论中询问道，单程飞台北要多长时间？汪小菲回答，3个小时。看来工作中的大 S 为了陪伴老公还是要和孩子相聚，每周台北北京两边跑，实在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好榜样。9月28日清早，汪小菲晒出一组自己在机场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最早那班来，最早那班回，每周准时来打卡。”照片中是老婆大 S 的身影，应该是汪小菲送老婆去机场时拍下的照片。细心的网友们纷纷猜到汪小菲言中之意是说，老婆大 S 每周坐最早班飞机从台北飞来北京看自己，然后再坐最早班机回台北。网友还在评论中询问道，单程飞台北要多长时间？汪小菲回答，3个小时。看来工作中的大 S 为了陪伴老公还是要和孩子相聚，每周台北北京两边跑，实在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好榜样。